家 baby 早前疑似被拍到到巴黎观看 Lisa 疯马秀演出，遭到网友批评。日前还被发现他担任固定班底，长达十年的综艺《奔跑吧》最新一季都没有他的名字，似乎被软封杀。不过，近日 Angel Baby 默默登上新加坡时尚杂志11月号的封面，只见他身穿黑衣，戴上墨镜，配上金色耳环，相当帅气有型。许多粉丝看到久违露脸的他，纷纷激动留言：“终于出现了，永远的女神，中国最美的女人。”不过，由于中国网友被禁用 IG， 因此也推测网友是翻墙前来支持。Bye.